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韩国的选手，请问一下，你们是人生吃多了的？今年14岁，让我们欢迎 B Boy Party。 比赛非常的简单，我们的评审会在我们的第一阶段之后决定出两位中哪一位可以进入总决赛的部分。那么，一人出招两 round， 一人出招两 round， 好不好？那么我们要转水平吗？还是出招就直接出招了，好不好？如果没人出招，我再来转水平。哎，水平好了，转水平，还是转水平比较好。 残忍的，我们有一位可以晋级到我们的总决赛 ，Let's go see the judge， 看我们的评审怎么说 ，Count on three, two, one。 进入我们的总决赛，也谢谢我们14岁。